高的重心，你过弯会比较会有点心里有点反抗拒的，是啊，房车是它比较低很扎实，转弯上比较不会有那种，你在等一下这直直走的时候切换车道，你会觉得比较看它的那个偏移量，对，这是真皮的吧，还是这样真皮的，真皮不是发泡吗，不是，不过它缝线很扎实，对，我要想吃点水，可以啊，你先做什么吧，开启这个之后开启定速，然后可以设定跟检测距离，然后按下减之后就开始定在这个时速，你要加快的话就往上，每拨一次的话它就是变成整数，这样像80、85、90这样子，看一下，对，每家都不一样，对，每家都不一样，就是习惯踩踏车就减掉了，对，不过它有预防碰撞，那预防方法可以试吗？是这样。跟车的意思就是它可以，你可以去开开快一点，对对。车距它会保持住，对对对。你踩刹车它就解除了。还有我们家的那个灵敏度算很高，你可以定下去，算到100。如果我有跟到前面的车，你会发现它提前帮你刹车。我像现在它就在作用了啦。对，你看到这个图案，它一台车前面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它前面侦测到一台车子的话，就表示它已经开始作用了。那我就不管它了，看它会不会作用什么。可以啊，真的不会有危险啊。不会啊。你看那个 B 声，它刚离我们很近，它就帮我刹车。对，你看现在95，它已经帮我做动作了。对。它这样的用意是说，当你不想费这么精神的开车的时候，它有在帮你做驾驶。他帮你刹车，因为我说进阶版的定速到在这，现在进阶版的定速，对，一般的定速他不会帮你刹车，你定多少就多少。这在高速公路蛮好用的，差很多。对啊，你不用那么累啊，不用一直踩或者呀，这是进阶的定速，说有人在帮你开车，有对对，而且你定速它横速，但它车距没监测到，你要踩掉，要解掉，对，很麻烦，一直解这样。就是你就是定好。他在帮你顾虑他这个距离，对。然后我们家的话是做双镜头，表示广角。旁边有车子切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很快判定说要刹车。像那个现代有一个很特别的前车和这边和前车距离，如果他启动他走掉红绿灯，他会提醒你叫你走完。我们也会也有，他也有。这个叫前车驶离。他也有。是当你停红绿灯的时候，他有。然后。前面那台车一开走，它离开我们3公尺的时候，它就会这个哔哔做提示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在看手机啊，对对对，或拿东西，或者在想事情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就是因为有这个 ABS 这个功能，然后那个 Auto Hold 功能，一有那个功能，你通常都会手机拿起来滑一下，然后就被后面的人提醒，这时候它就会做一个仪表板的提示。所以说也不怕人家扒你啊，因为车子走掉了，它会叫你走。对对对对，这有没有什么疲劳驾驶？这台没有，没有。对，像我们那个 Forest 的话，它有多一个智能监控，它要看你的眼神。是啊，对，还有辨认你的那个轮廓，它可以记忆无阻的那种记忆方式，你的座位、后视镜角度、这边下去啊，对，这边下去。它会看你的直走，直走，对，这边呢，西风南调，左边靠左，左边对，走中间这个，靠左边，左边啊，对对对，它会记忆你的。眼神那一些啊，对对对，看你有没有眼神涣散，想睡觉啊，对对对，所以它是用记这样记忆的，它是遍布脸，是一般车辆的话都是辨识你偏移几次对，然后这个我们家的是不太一样，是看你的眼神那一些，对对对对，对，一般是车辆是偏移的几次，用进阶版的，对对对对，以前叫硬皮沙嘛，所以它也叫硬皮沙，不过。没有力的就被叫什么软沙，软皮沙，它就是给人感觉它是软沙的，它不是硬皮的。对，现在有那个跑得快就是 WR 沙了，不过现在的车跟以前差很多，就是科技以前2500的涡轮 Impreza 也跑不赢现在2000的 WR 沙，主要在于他们的一些科技的调教，对对对，还有再加现在的性能车算很省油。
以前的真的只有四五这样跑而已。以前就是要拉吸吸住大才会办法跑扭力，才拉出来。现在不用，现在小小的一颗引擎就可以炸出很多。是，因为它有涡轮辅助嘛，对不对？挂雷啊，然后又它里面的调教电脑，低转速高扭力，对，它都执行的，它都电脑控制的。以前都是什么比较不是那么精密的东西。是。我觉得卖车的不一定懂车，欸，他只懂销售，对，然后但是懂车是对你销售有帮助，是，因为客人是如果他是玩车的或者他是对，相对的你会拉近彼此距离啊，是，他的空间里面坐起来比 Kings 大很多，哦，等一下看一下，但是高度没这么高，对，他跟我们另外一款那个 XB，XB， 对，他比 XB 一样长。一个高一个矮，XV才可爱嘞，它介于森林人和这个中间的那种高度，就它的定位就是跟 Kicks 差不多，对 ，SUV 小台的 SUV， 进阶版，初入门的那个，对，主要是它的那个加速性哦，可以啊，对，看它到底有多大能耐，不超速的情况之下，是平顺的，是，不至于贴背，就是乖乖的，像以前都走暴力版。以前的暴力就热血啊，对哦，一定要贴啊，一定要延迟不能回火，砰，对，才知道凶了，他就乖乖的小金鱼啊。我之前有一个客人，他原本要买 Level， 后来年轻的时候很喜欢，后来有年纪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太快了，后来还是买那个叉 B， 看年纪做事情。对，哎，他又发动了。对，然后他有斜坡辅助是吧？有哦，然后也有这个 ABH 嘛，就是像你们那种电子刹车功能一样。这功能真的很方便。为什么他转弯这个方向变好重啊？是故意的啊？它有一个斜坡，有一个力道，哦，一般车子也会有。对，还有每一家的那个方向盘，回馈力道，这都电子式，对对，电子式，回馈力道都不太一样。停正吗？好，停正。